芭蕉树感觉成精哎，其实蛮可怕的。我刚刚没有按那个荧幕录影，但是我拍了照片，我看一下。兄弟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我们这个好兄弟出来玩的日子呢，应该是很容易侦测得到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是最适合测试 APP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时候。我先来介绍几个好不好？刚刚下载的，我们先从最普通的开始。这个叫魅影门啊，哎，这不是广告哦。有一些我他妈还要付钱呢。像这个是能侦测声音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干啥？在干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吓我一跳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家蛮就是闹的，不是不是，他声音太可怕了，好不好？我家根本没东西，好不好？我是被他声音吓到，他讲一些都听不懂的鬼语，代表人家很多光客。你妈妈最近好吗？罗伦如大家所见，他就是一个会一直讲话的 APP 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假。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很酷，他会侦测就是，我操！精神能够控制电磁波，如果那个世界的人想要传达给你讯息的话，他会借由一些磁场什么的去告诉你。这个 APP 就是收集我们磁场资讯，展现声音啊，或者展现画面。像这个这边晃了一下，哥在那边喝酒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啦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比刚刚那几个高级一点，这个呢是可以侦测磁场。好，这有个磁铁符号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来到我的工作室。这个是磁力表嘛，很明显。哎呦，你看开始浮动了，电脑萤幕的电磁波有信号，来靠近电脑，也还是准的。它是利用我们手机里面本身就有的一些零件啊，它就运用这些功能可以去侦测电磁波这样子啊。例如说最毒的，闭嘴啊！最毒的应该是我们这个路由器的，大家知道路由器是释放电磁波讯号嘛，是用 WiFi 的吧？我们来看看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所以不能在电脑前面工作太久啊。下跪！我操！这个系列最后一个，这个就厉害了。这是魅影门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app， 我也花了100块买它的进阶功能啊。它花100块，它才能录影。来跟大家示范一下，看我手机哦。有没有看到动态感测仪？它要侦测到一个人形啊，就是我老婆。如果你在野外或者在什么地方空无一物的地方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形，其实是蛮毛的。你老婆看起来在跳舞。对，她在跳舞，没错，她在跳那个。最后跟大家演示一下灵体侦测器，它呢就是有用手机的雷达功能，右下角你有雷达的话，这边会亮起来。好，如果你开启这个捕捉模式，有没有？开启以后呢，它只要侦测到东西的话，它会立刻帮你拍照，所以你不会错过什么奇怪的什么灵球出现的瞬间。然后我这边看到有没有？我侦测次数11次，我有捕捉到1次哦。我是没有看到东西啊，他突然给我念经文的，真的啊。我们示范一次好吗？我们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捕捉的，正在捕捉中。对，他抓到了，然后他还帮我顺便超度了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捕捉到什么。地板啊。哦，有哎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小扁，就是模仿阿妈那只蛇。在我家没有什么好测的啦，我们要玩就玩大的好不好？现在10点了，直接去殡仪馆。既然现在是7月，照理说应该路上满街都是吧，海边山上本来有的地方也应该有吧。我们现在出发好不好？怕了吗？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。干你啊。来了我们淡水在地人才会来的一个废弃的公路，我非常喜欢这里，因为这边拍片不会有人打扰。晚上的时候这里是也是蛮可怕的啦。我们先来侦测一下这边磁场。
听到海浪声吗？半夜来这边其实蛮硬的，所以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两个人半夜跑到海边，而且我们走了一段路哦，这边蛮深的，就为了测试啊。我们拍片真的用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先开启这个动态检测仪，我靠，它叫了一下，哎，我靠，哎，它一直叫，哎，虽然说没有写字，但是它一直叫，哎，它有点紧张，哎，到底是叫什么？离浪还有一点距离啊，我们在礁石上面就好。啊，我开个闪光灯。哇，它叫之后至少四五声哦。换一个磁场的。它讲话都没有讲，哎，这边磁场很稳定，几乎没有什么波动，哎。再测下一个，我用这个会出现图案。哎呦哎呦，我操操操操操！它会依照这边的磁场显现图案。一间房子，蛮大的房子，像一个古堡，哎。最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灵球啦。用雷达感测一下，哎呦，已侦测到某些东西，现在不能动，要给它稍微侦测一下，没了，哼，没了，就是它没有捕捉到，哎呦，嗯，又没了。你吓死我！所以海边不是说海边就是阴的，这个过程蛮刺激的啦。但是没东西就是没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能往更阴的地方走了。我们要去山上，据说会有那个吧，对不对？可能山上比较活泼一点。想要声音来听听看海边的声音。共大意啊！我操！秋瓜！我写瓜小。他生气了。什么话要跟我们说？好吧，讲英文呢、欸。欸、这边有一个很像步道的地方。哇！我刚刚没有按那个萤幕录影，但是我拍了照片，我看一下。我操，很大一片呢，我们走吧。我们任务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最后总结，基本上我们在家里、废弃公路、海边、山上，我总共在四个地方。对这几个 APP 进行了一些测试，来说一下我的结论好了。我觉得这些 APP 制片，像说网络上有很多就是说哇好神奇啊，真的侦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。但你们想，我换了那么多地方了，基本上也就那样子。在家里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不奇怪啦。我们在这种野外啊，在大家都觉得阴的地方都没有测到什么，所以呢，我帮大家。花了130块，先玩了一下，免费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娱乐一下啦，对，但不要当真啦。但磁场那个是真的，那个磁力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们经过测试，它确实是有很明显的浮动的，哎、欸，那其他的话就看看喽。如果你们有更厉害的 APP， 底下留言，我们看能不能在鬼月结束前去更加可怕的地方再去测试。都经过人家家门口了，好几个家门口了，他们就在路边了，没有办法，那个我们不想经过都不行了。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很特别仪器啊，其实我有买，为了拍片我有买，但我们不是像那个很专业的。
探险的团队啊，趁这个鬼月做一个特别节目而已。那我们下集见了。回家睡觉，晚安。如果我有做噩梦再跟大家说啊，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了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